大人的发声风波。我那老早是你所做，一定会送你好歹的阿祖。小小姑姑的话语，不讲为后事，想这么做任何的大事，都会怀疑我为着权势，做人有啥物意义？阿娘，你拢是替我出手，你希望我出头，只望我一步登天啊，唔免靠努力。就当做王子，更加嚣张。